埋两条丝噶啦，你唔好讲咁多，我而家要你掘啊！我有话俾你听，我要埋两条丝咩？吓！我就结果，如果俾我知道边个杀死我细路，我一定揾佢战师弟。战师弟，知死咧！ 喂，唔好啊！喂哥，唔好意思啊！喂，喂哥，唔系我杀佢啊！你信我啊，唔好杀我哋两个啊！喂哥，喂哥，你唔好杀我哋啊！你放过我哋啊！唔该你啊，放过我哋啊！喂哥，喂哥，行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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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川啊，你爱唔爱我？如果有一日你唔再爱我嘅话，我会用刀刉死你，然后自杀。你知唔知？而家咩都冇，大哥又死咗。我剩翻你，全收埋只尸体先。唔得噶。点解唔得？我哋而家杀咗人嘅，你就话自卫杀人啫。咁我咧，我被捉到会拉去坐监噶。大哥，放心，冇事。心住多几日，咪翻出去咯，好冇？你冇事嘛？咁你点啊？我咪做黑市夫人咯。你话香港仔假证咧，好似噶。阿川啊，我系唔计较名分噶，我只想同你埋一齐。系啫，但系你嘅风狗症未好噶嘛？其实我早已经好翻噶啦，不过阿住班衰人，佢哋冇杀我哋啫嘛。点解寻晚唔同我讲啊？寻晚讲同而家讲冇分别噶，你唔系后悔嘛？我都知道你唔会噶啦，一个男人做过嘢应该自己负责任嘅，系咪？你又见咁多男人之中，里边最可爱、最乖嘅一个，嚟食啊！我唔想食啊，妹啊，你觉唔觉得我哋太快？其实我识咗几耐，根本唔系问题。系啫，但系你都起码问下我以前有冇结过婚，定有冇女朋友噶嘛？系咪？以前系唔重要噶，最紧要嘅就系而家。而家你中意我，将来中意我，永远永远都只有一个人。但系我哋真系太快啦。其实快啲咪仲好，唔使谂咁多嘢啊嘛。你知唔知而家呢个社会点解咁多罪恶？就因为而家啲人太多时间去谂嘢。以前嘅人生活简简单单，无忧无虑，都唔知几好。唔似而家啲人个攻心计、讲手段，互相残杀，搞世界大乱。我觉啲人好傻，我而且最憎呢啲破坏嘅人。你真唔真？真。我话呢啲人就死晒就最好啦。呢个世界就和平好多。阿川啊！我最向往就啲地老天荒、至死不渝嘅爱情故事，好似西方嘅罗密欧同朱丽叶啦，仲有中国嘅长平公主同埋周世显添。你话佢哋伟唔伟大啦？嗯？仲有，佢哋话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你话浪唔浪漫啊？嗯？浪漫咧！如果有一日你死咗嘅话，我一定会同你一起死。但系万一如果有一日我先死，